今天是由我们的游师傅为各位变鸭。那想请问一下各位贵宾，知道我们樱桃鸭的命名由来吗？不知道。这边为各位解说一下哦，我们的樱桃鸭呢，它是由英国的樱桃谷所引进来的品种。那在我们宜兰的三星乡孵育成功，那我们就是以原产地命名为樱桃鸭。那我们每一只樱桃鸭呢，都会选用3.5公斤重，它的全身油脂分布均匀，最适合作为广式灌乳樱桃鸭。那各位贵宾今天吃的是八仁合菜，一鸭六吃。那第一次就是片皮鸭卷手工饼。那饼皮的部分呢，师傅是特别有加入了虾夷葱，比较细小的葱，是以先烤后蒸的方式，所以葱的香气会非常的浓郁。那蘸酱的部分，师傅也是有特别加入了红糟豆腐的葱油，吃起来口感会比较清爽。那我们还会再包宜兰的三星葱以及小黄瓜丝。宜兰的话，宜兰嘛，对不对？